如果当初他没回国，世上会多一位诺奖得主，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让西方闻风丧胆的核司令。他是陈开甲，从第一颗原子弹开始，30多颗核弹在他决策下爆炸，那个跪在地上的祖国站起来了。道路点点美好，总是血气抗营救，感激心中只在每段道路为我铺，但愿日后更好，我仍永远莫停步，我要闯出新绩，要用实力做旗号。